哎，欢迎！爸，哎，别，太客气了，四舅了啊！哦，是吗？这个是历史上的第一对儿夫妻来到淮阳。哦，是吗？对，真的吗？第一对儿，对。然后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主题，就是二位一个终身难忘的结婚纪念日。哦，是吗？哦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？等会儿啊，一个一个说，来，我说一二三，你们一起说出来几月几号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一二三，9月20日。好，他们都比我记得准。我这样啊，这个结婚纪念日特别的特别啊。好，然后你们之前看过这个环节吗？我没有这个环节，我也没看过。那我去哪儿？我去是。不要这样，其他环节我真的全看了。我现在看不太到，因为我好像放一点魔水进去了。没事，不用了，一会儿进去你就根本更看不到了。所以这个是其实看过比较，还是都不要看过比较好？看过了可能会担心一点吧，不看过的话带着的是恐惧，各有各的不好。可是他们说这个部分不要看了，他们说会有那个 surprise。这个借口找出来，我心里还是暖暖的。因为其实我们那边，来这样啊，咱们先进去那个看一眼里面大概的环境。OK， 哎，好，一开始就这么让人家恐惧。嘿嘿，这个我觉得这个照片有点恐怖，你好像吸血鬼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他说怀孕了，可是他们帮你画了太白了。哇，哎，你看上的指甲，这个是画图的吗？芭比娃娃，对，哇，太可爱了。你想要吗？你要可以，他等一下，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个，等一下，收到新的。这个，然后其他的你就记一下。水、咖啡杯、projector。哎，红酒。一会儿见到我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出来，不然你们都记住了，你们就太紧张了。夏克力，你要为妻子准备一个惊喜，庆祝结婚纪念日。你来到好友维维的餐厅做准备。啊，现在要进去哦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！哎呦，哦呦，哦呦，你跟我老婆是有 step 在那边。好了，哦哟。来到我最喜欢的餐厅哦，好开心啊！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哎，是那个很高兴的那个日子哦。说呀，什么日子？说。我结婚纪念日啊。对呀。对。一会儿芊芊就来了，咱们赶紧把这个餐厅布置一下。先把气球吹起来吧。好了。这个啊，气球在这里。这当然，气球就是在这里。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就放啊。你看，找到了。对。套一个气球在上面。好。对，然后踩着那个下面就。哦 ，OK， 好。OK， 对，来。哦 ，OK， 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踩到什么了？我不知道。快，最后一把吧，气球吹起来算了。什么东西？你踩到什么了？我不知道。我好紧张，到底有什么事要发生？哎呀，应该布置的差不多了。黄家谦来到餐厅，夏克力躲起来，想给妻子一个惊喜。夏克，你快躲起来，气球来了，你要给他一个惊喜。好。躲在哪儿？你坐在沙发上，谁看不到你？我躲起来了。嗨，亲爱的。嗨。哎呦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你好。今天是你和夏克力的结婚纪念日啊。是。夏克力已经来了，但是他藏起来了，你找一找他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啊，他最喜欢玩这种游戏了。啊，找他啊。那我们就是找一下啊。你现在废话好多呀。奇怪，怎么都找不到他？他真的很会躲。这是你。这是我，我说你要找你老公，好不好？哦，是你对不对？对。对，这不是我老公的手。OK， 好。Honey， 什么事？
啊，两个人今年见面了就拥抱一下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哎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。哦，哎，阿布，哎，哎，快坐坐坐坐坐坐，好好好，坐坐坐。啊，在这里我帮你准备很漂亮的东西。哦，真的吗？其实对，坐。好坐。我们好，沙克你也坐。OK， 好，坐一下。觉得你老婆今天漂不漂亮？好美，好美，多美！瞧，你看穿的那么辣，我觉得哇，她怎么可以穿的那么辣？是不是有一种烈焰红唇的感觉？哎，有有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坐呀。这样啊，这是一支国际限量版的超级炫酷的一款口红。这是夏克力精心为你准备的啊，去吧，给你老婆涂上。怎么？看一看色彩好不好？啊，谢谢啊。来，你手给我。在哪里？不要，你就安静的坐着等着就好了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跟你说，你冷静，你我跟你说，你平常有时候，好，你不要讲话那么多。口红啊！你现在了解我的心情。这个嘴巴一直在讲话了，没关系啦。这个不要动啊！哦，太美了！这样，谢谢你不动，上帝涂的好，也太好了，好好啊！等一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了，好好看啊！涂口红有一种被他吃药的感觉。哇！他一直动，还不容易擦。所以我现在有漂亮吗？有啊，越来越漂亮了。真的，谢谢老公。我和夏克力精心给你准备了你们的一个结婚周年的蛋糕。来，姐姐拿着这个叉子，拿叉子，拿这个叉子，来，你们一起来扎向这一块幸福的蛋糕，好不好？啊？不要扎到我。OK。来，蛋糕。嗯。蛋糕。蛋糕，哇！我要用叉子来擦吗？对啊。哦。这个蛋糕怎么会这样？哇！哇！哦，啊，象征着你们的幸福，洒满全世界，到处都是你们的幸福啊！啊，谢谢，这是蛋糕是不是？蛮好吃的。哦，可以啊。那个二位，今天既然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是吧？嗯，哎，是。哎，我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，但是在中国呢，是。你们要喝一杯交杯酒的。哦，该的。拿起桌子上的杯子，喝一杯交杯酒吧。交杯酒是不是？对，好，当然的，一定要啊。对，交杯酒。杯子呀，拿不上。看你手还是滑滑的哈。交杯酒，你可以用桌布擦一下。好，哦，能抓到杯子。来，还唱一杯了。来来来，交杯酒。啊？交杯酒。找不到那个酒，有杯子。要就喝个交杯就行了。哦，喝个交杯。没交上啊。啊？交杯酒啊，来，没有东西在里面，它是个很大的杯子啊，哦，这个你有酒吗？站起来，下坡，来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要为这一刻来庆祝，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天。哇，真的，你们都在放鞭炮，好棒啊！既然碎了，那就岁岁平安吧。对，夏克力，你有一封信。要念给妻子黄家千听，还记得你给千千写的那份情书吗？你给千千写的，哇，当然，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，有吧，对呀，来，把你这段最真实的话念给他。好，我Honey，Yes， 我很想要跟你在一起，嗯，然后你几点结束工作，我去接你，我们可以去走一走，然后聊天到。太阳出来了，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是最开心的。沙克力真的是特别有才华，从这一句开始，他全是用德文写的，来念给他听。啊，德文。嗯。Ocean fucking more, morgen fucking underline, morning smoking, morgen night. 哎，从这开始他又是用韩语开始写的了。韩文啊。对，韩文。哇。Hot you think fucking knuckle, morgen morgen fucking do, 对吧？哇，看。哇，他最后的一段用了中国传统的文言文，是，嗯，我这是要唱一首歌给你听，这是走。行了，你已经充分的表达出的你对他的爱了啊，谢谢我的爱。我们看一眼墙上。今天特别的用这个投影仪所放了两位的照片，哇，来过来离近一点呐，沙克力，请来，哇，看，
我们进来看了。这幅大概是。前还是五年半前了吧？对，应该是吧。这个时候刚有 Poppy 是吧？哦，还没，那时候还没有 Poppy。对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下照的？这个就是哦，我们去那个嘛，去山上玩。对，我们去山上玩那一次啊，然后那一次啊，就是有很多很多朋友。记得很多朋友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们是烤肉。这个、时候的身材，你这个时候的身材和现在有点不一样。哦，我那时候的身材很好。是，而且这个时候的脸也蛮尖的啊、哦。很尖，我那时候很年轻。那我现在就是保养好而已。然后上个例子，对，好像也有一些差别。嗯，我差很多，差很多。差很多。对，我那时候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看什么是什么。那时候比较胖是吗？胖一点，我那时候应该150公斤啊。对。啊，我只是胖一点啊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应该还有好多的兄弟吧，和爷爷从小一起长大。我吃掉他们全部。都没办法。这时，夏克立预定的大礼送到了，请妻子黄家谦拆开礼物。哎，有人要进来是不是？哎，你好，是一份生日礼物。哎，你好，放这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好好好好。哎，收件人是谁？收件人是，哎呀，这上面没写。你看看下面写没写？哎呦，是什么？哎，算了，那个反正是送给您的，没错了。行，那送给你走吧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谢谢，不辛苦啊，再见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棒。嗯，走啊。哎，再见。OK。哎，就走了。啊，走了。来吧，亲手拆开它。好，你开哈，你因为是你的礼物。好，对，拆开礼物是不是？哦，很好猜哎。Daddy, Mommy, 祝你们结婚日、纪念日快乐！哇，箱子里面是谁？你们看一看箱子里面是谁？太棒了！快啊，快把它抱起来啊！快抱起来，这样。我要跟你抱起来，听着歌，我们一起跳舞吧。好，跳舞吧，我们这次一起跳舞啊！来，来跳舞，优美的华尔兹啊！好。